峨眉山设身崖安装防倾身玻璃墙，游客直呼别扭，影响看风景。如今快时代的到来，不少上班族都倍感压力，当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适当出去放松放松，旅游就是其中一种方式。出去转一转，换一种心情重新出发，这里的风景堪称一绝，每年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前来。近日有游客发现峨眉山的舍身崖上安装了很多的防护玻璃，对此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下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，避免轻生事件的发生。自从游客轻生的事件过后，景区对此也非常重视。今年五月份左右的时候，有游客就表示金刚嘴景点处于封闭施工阶段，想必就是为了安装防护玻璃吧。对于景区的这一举措，有游客表示不影响游玩，依旧可以看到美景，而有的游客表示太别扭了，一点也不自然。最后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找到幸福感和归属感，我们不能轻易去质疑一个人的承受能力，我们没有感同身受，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，但我相信你一定也是某个人的真爱的宝贝。